刚才心脏部位不舒服啊，我看到有好几个病人啊，在拉同一个核电站啊，拉同一个核电站，俺告诉了，俺同一个核电站，俺告诉了，因为毕竟还是比较陡，比较高啊，比较陡，比较高啊，几个。几个病人一起吧，把核电站，感觉好像，攻坚最难的一个啊，现在把核电站往最高的方向，在飞机上拉啊，一起在拉啊，拉快了啊，快了啊，快了，快到顶了啊，快到拉到顶了，快拉到顶了啊。快拉到顶了啊！快拉到顶了啊！快拉到顶了！哎，好，好，知道了，哎，知道了，哎，再见，再见，离核电站快要结束了啊！快结束了，哎，好，哎，好啊，知道了，哎。